翻口卫龙湾半呢啲站屋苑，而家睇734嘅三房道入嚟有小玄关啦，再入嚟就一组柜啦，然后一个长厅，仲有一个窗口做一个对流风。间屋基本上原装嘅，做咗少少家具，但好多嘢都要执嘅。一个大露台啦，企出去都望翻南风，景观上都算阔嘅，靓仔嘅走廊啦。呢间就工人房，有窗嘅。呢间就第一间房，第二间房。大致相同，望翻南风广场，浴室呢边有窗嘅，浸浴再加浴瓶，好旧式嘅装修。有呢边就主人房，都几大嘅，然后有个窗台位啦。有啲人会将床摆上窗台，有啲人就唔鍾意。然后都系窗口式嘅冷气。呢边就主人浴室啦 ，K 嘅最主要有窗。呢、这个厨房就几好嘅，长型嘅。佢啲廚櫃做 U 字型嘅，我自己就鍾意拆張縫牆做開放式，做一個 LED 機嘅設計。似啲單位而家市場上放緊呢，大概1000萬到1100萬，你覺得值唔值？都係地鐵上蓋。拜拜。